大家好，我是康乃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Big Brunch。 首先准备培根一份，两片吐司，然后把蘑菇切成片，加入一个牛油果，最后再配上点苹果，两个鸡蛋打成蛋液，热锅加入黄油，倒入打好的蛋液，然后翻炒，再次加入黄油，接着开始炒蘑菇，然后我们开始煎培根。最后我们开始装盘，给吐司抹上牛油果，帮 Grip 把面包切一下，方便他吃。准备开饭啦，宝贝儿。好嘛，先吃肉就对了。面包加牛油果还不赖吧？哎呦，我得加点料。呀，怎么着？还想吃我这一份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